拉拉看，拉到就拉，拉不到就直接夹吧。夹后面那个艾斯，感觉有机会。哎，那个耳机好像，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还有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有了，出货。OK， 再试试看撞那个好了。撞谁？撞那个 Elsa。你利用后面那个绳子去撞它，不知道撞不撞得下来。多少？对啊，试试看。你就好像不行。那你去打用后面的那个摸什么？啊，不行，你要再讲娜美哈。好 sale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，可惜，没有路转。啊，是吗？那你要不要试啊？可以再试一次，应该还行。爪爪慢了，讨厌。它是左右慢，前后还好。三二一，下楼。勾勾勾，哎，是哟。那你可以，你再继续试好。这个或那个里面应该都可以。背面跟后面应该是摸不到了，你就只能抽娜美或者是抽。哎，这个位置好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但你要小心一点，慢慢走。好，勾。所以好，加这个，这是谁啊？应该。一下了，哦，好，这个位置好，出货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就没有你直接那样扣，扣两边，他可能要二收吧，只要让他浮起来，滚一下应该就下去了，收，因为它滑掉了，我已经错地方，是不是太早收？不然你试一个，你玩，好，来，先给你玩。它因为天际高距离比较远嘛，所以要下去的话会有点转转。那你提早的时候试试看。哎，这样也是不错的。默默的把它顶出去。结果你夹到那个的脚脚。感觉这个出不了。可能有点难，试试看，没关系，当做补币。补币，夹这么多盒总是要补一下的。不补，哈这是什么？手机架。手机架。然后这是香吉士吧？是。娜美。哦，鲁夫哎。鲁夫，好，一次夹四样。回去再统计花了多少钱。